东，在。为父今日传授你如何买到性价比最高的水果。好的，父亲大人。奥义一，水果店不如超市便宜，而超市不如水果摊便宜。好的，父亲大人。奥义二，散装的比包装的更优惠。好的，父亲大人。最后，奥义三，应季水果是最便宜的。我明白了，父亲大人。高性价比之优，老板结账。5斤2两，76块。76磅，重量刺客。东东，嗯，其实买水果的最重要意是循环利用。